吧。姚轩，快点，让我快点。阿弟，什么？金宝嘞？在哪里啊？怎么看到？我帮你录音，我帮你录音。是啊。别打敌人。哎，我们打敌人。飘走。哎，你别生气，拿我啊！别打他去。弟弟看我录影出发了，跟观众拜拜。有吗？吃东西。川中岛。我看现在的直播。哎，为什么直播这么暗呢？很暗呢。不会啦，那是你自己觉得。这不能调亮度。不行不行。你过来了，这样我要重录。不用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这样没有人呢。你自己调整啊。你人过来一点。不要。这样。好，那就算了。我不要录了。好啊，那就再按一下再录。嗨。妈咪，干嘛？我来拍个照。是没有，都满的时候也是会全部都塞起，也是不会隔一棵树。刷就很满的话，啊，这边没有很满啊。我们之前搭那边是空的呢。啊，我们这条溪中间进去那组，他刚跟我说有一个六丈的还没来，六会不会是放把它放鸽子了？有可能，他六丈也搭在这边吗？还是下面？因为他这边中间有留一个六层，没有 TVB 组，好像没有来，好像没有来，对不对？你后面有搭六层吗？没有，我都一起的，他没有。嗯，好像没有，应该是放鸽子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没有在收预定的，对不对？看这样，全部都好像。你有没有看？其实这位看好吧，主播，那等一下的话，就你看左边这个。哦，其他味道，味道不错，应该没有加香菜啊，加香菜那味道就对了。嗯，可以了啦，下巴再软一点，软一点就可以了。什么样的东西呢？鸡排骨应该熟了吧，滚了就熟了吧。你本来要吃玉米了吗？先不要。红红绿豆呢？也是等一下吗？嗯。不行，好吧，红栗都还没有熟，超硬的，是红栗都还没有好，是红栗都还没有好，你要不要关盖子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是红栗都还没好，真的啦，嗯，是硬的。谁敢你？是青蛙不用撒盐巴吗？不用。
你要放个香肠在那边吃猪油吗？三饼四季豆的味道。要吗？不要。啊？四杯子，四杯。豆豆拿我的呢，分开哟。难得到了小熟悉的天边，没有路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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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直在想着那几年时光，漫步你心间自在的地，带来一只猫，想你那温暖的那画面，天哪，是的，送给家哥哥，苏亚克拿来了，替我洗的。我可啊，是的的，是的嘛，都是的的，可是那希望，都那的那希望，哒嘞哒，哒嘞，你只要呼哒嘞，唔哒啦，阿里嘎多，那是咩啊？谁敢你那是哪里啥的？他们没有其他，唔嘞，唔哒他们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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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哥哥呀，啥事能推荐？这个没有路那路，哒哒哒路哒哒，什么人？哎，那是哪哪句？那是哪句？你那是的是，把那些给摘来了，他的没有谁他，来那他没有谁给好到嘞。我们把你我天哪，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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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哒我看到谁答应哟？咱哥哥呀，啥事太艰难了呢？人家天路都一模一米，那是哪的？手里的那把手压壳，来来了。就我喜他，我哭我是的的，是是的。都是他的，可是那希望，都那的那希望，打雷都打雷，你只要呼打雷，唔打雷，阿里卡多，那是命啊！谁该你老是那的啥的，那没老是他，唔来唔那的没。天哪，是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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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了。哎，你不要录啊！来吃东西，吃东西。那你先这样子这样。你水饺没有吃完。原本的牛肉也没吃。是吗？要不然。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明天晚上都带花镜好不好？明天要在下面扶我。明天好，把花水倒进去。我快没电了。应该可以。从全国各地跑来看格列佛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很多人放下手边的事情，影响了农务或工作。国王。干嘛？我不要听你的。我们看见新闻 TVB 主播，有这个人的主播。哎，鱼的妹妹 ，Hello， 妹妹，你们刚刚抓鱼那个，对不对？在探险。开探险。
发现那个蚕在多口。真的哦。真的哦。在哪边？啊，对，那个树那边那个也是哦。快脱完了。那一棵那边有一棵，我们树旁边那边好像有一个，我看还在。正在多的吗？我看一下还在。是脱完的还是正在多的？我看一下，我不确定。我们去看。照一下灯。是吗？我们在我吃饭这里不是有一个吗？不见了。空的吧？那可能走了，本来这里有一只，它不知道掉去哪了，那可能走了。嗯哼。那我们在我是不是有一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它可能走了。它会飞过去。嗯。那你可以去找找看吧，树枝可能会很多哦。嗯、这什么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我们看的是更大只的这样子，大概10元硬币吧。我们一直在，你看旁边，我们一直找这个。我们是不是看了10克？我们一直找这个，而且我们有发现很多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有一个哥哥啊，我有一个哥哥住在其他地方，可是呢，他收集了很多这个。真的？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。我们下午看到的时候，大概像10块钱硬币这么大。我们后面呢？大概像10块钱硬币这么大。我们早下午看到比较大，那可能被捡走了。他们跟我们分开走了吧？那我们这次可能被他捡走了。帮你挂。不用啊，麻烦要带一堆。自己外套好不好？宝宝，欢迎 TBS 主播李清新。现在我们播出 TBS 主播的现场，可以看到的是李清新。在录音，比一个真的，还有个比一个小弟弟在喝麦茶，还在那边玩一下夹子。然后呢，李奇现在吃东西。干煸四季豆，宝宝在烤干煸。最后了，吃不下。为什么要我的宵夜？逍遥冷笑。那个小弟弟的新闻。你看你喜欢鸡米花啊？宝宝喜欢吃鸡米花吗？面面。面面啊。还吃不下。哎，你们电风扇怎么没有关掉啦？我现在倒了。孩子们，请你郑重宣誓会遵守以上的约定。之后，我们每天会供应你24人份食物，也享有随时夜间国王接受赏赐的权利。我看他们两个今天的新闻主播就是他们了。遵守这些规定。如果今天他们没有医师来我们直播现场，我们就是拿外拿餐巾转换，所以呢，很少见到的名字。餐巾纸擦干。今天还会换裤子啊？等下谁先走？好饱，喝可乐好饱啊！欢迎你哟，小朋友！你来到我们电视台做什么呢？小姐，今天是来玩这个游戏的。还是看自己？我穿。爸爸是看自己的呢。嗯。那呢？那一个小朋友，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那是擦裤子。人家都穿外套，真的会冷。你应该后面那两个。目前为止，我们新拍过的小朋友有很多个。前面。但是。真的啦。今天看到的这位小朋友。哎，要不要穿自己的？这袖子太长了啦。不要。性格。他们穿这个来吃饭的。哎，你们要做不做手术？吃不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拿给观众吃。你拿给观众吃。拿给观众吃。你吃五香肉，拿给他。喵喵喵喵。啊。是欢迎我们营地趣味的家长们，还有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带 Switch 来玩呢。我们欣赏我们的影片。我洗好嘞，我只冲一冲而已啊。这，
三二一。喜欢主播 TVB。是吧？在那边吗？在嘞。这是有包子吗？没有。我正在夹衣服。老板，等下再收好了，先放旁边啊！啊，我说先放旁边啊！丢完工作在旁边啊，放工作在旁边就好了，不要放上面，要湿的。爸爸看那里，头不要动，都是地上。再看前面这个爱滴答衣服的小朋友。还有这两位都是爱滴答衣服的，千万不要搞混了哦。然后还有一个大屁股从我们的中间跑过去了。不要把这留给我。可以啊，我这还有一个呢。哎，把它集中好了，你帮我把它集中。因为那个等一下也可以用。然后李佑威又从旁边溜起来，林星星正在夹菜。等一下了。然后呢？现在有冒烟了。啊？他们在洗，他刚走过去。看你今天这个好了之后会做什么呢？这些冰起来了，你手掌放好快掉。哇，你们怎么可以给它倒在外面那么油？没关系啊，擦一擦就好。他们是已经擦一擦，再用干的擦就好。我擦，我手是油的，我必须要去洗手了。爸爸什么时候停？你要跟大家说拜拜。好了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一个赞，拜拜。因为一个。